这边给 Q 我吧。啊，冬天终于要，我被栅栏堵住了。冬天终于要过去了呀，各位，心情舒畅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，居民小区的旁边的小河沟里有巨大的怪物存在。我突然想起个事情，我好像没带鱼钩哎，没带鱼钩怎么办？水流很急的样子，看一下。太浅了，这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造型。哦，水很浅，水流很急。等一下，掏出我那么偏光镜好好看一看。水波，你看那边那么多水波。沉浪苦寒啊，那边超级多，看到了。拿出面包。哎呀妈呀，一百只怪物。了哥，嘿，哎，老弟，多撕一点，都会飘走哎。啊，鱼都在那边，鱼在那边。嗯，往他们脸上扔。啊，那边的水流要缓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要往那边扔，慢慢的就这样把他们勾引过来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哇、哦，巨物浮出，看到没有？来来来来，你看那儿，看那儿。哇、哦，潜水艇啊！拿出我的 UL 清单，全过来了！大家看，全过来了！哇、哦，来来来来，再给你们来一遍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五磅的 PE 加上六磅的尼龙前导线，深潜既往结，然后没带钩子，怎么办呢？卸一个我钓鳟鱼的钩子，穿一个钩子，钩子起不到，没有倒钩的钩子，等会儿有好几，终于穿一个，嘿，穿两三，过来喽，应该到脸上来，应该到我脸上来。追过来了，草被吃走了，吃走了，还有这等事儿，重新穿一个。抛头，可以，虽然抛不远，会过来的吧。你不会就看不到吧？提示，重新来，重新，在泡沫中间认不出来，全都是泡沫。什么情况？现在挖出了几只啊？挖出了几只？哦，疯狂出现，疯狂出现，疯狂出现。久违了呀，这种感觉，久违的博鱼感有没有？哎呀，挺强壮的这只，我操，我操，差点没往哪儿跑，大哥，我不敢收紧，收紧会断，还在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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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打我打我打，别看别看，还在游还在游，
还没有，别游了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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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游了大哥，哇哇，我怎么觉得还游了这么远啊？啊，游在这边石头缝里，要躲一下，不要蹭在这个石头缝上面，不然会断的。皮先蹭在这个石头缝这里就断了，我的尼龙线没有太长。哎哎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进石头缝，不能让他进石头缝，不能让他进石头缝，绝对不能让他进石头缝。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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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行了，理亏，又是理亏，天天来钓，哇操！我操，这只好像真的挺大的，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，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。哎，又扔石头缝，又扔石头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扔石头缝。出来出来出来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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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摇了别摇了别摇了，我是不是要把刹车调紧一点，然后最后说不卡 KO 了，说不卡 KO， 刹车调紧一点，感觉他体力已经耗得差不多了，可以试着把他拉过来，不然刹车一直那么松，筷子不过来，能不能过来？能不能过来？你往这边摇！哇！别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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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游了！我听到杆发出吱吱声。啊！要钻这边石头缝了，别进去，别进去，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啊，它在水流的上游，很容易被冲下来，我们在这边准备接住它。哇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就光它是这个体重都够我喝一壶的，够我这根杆，这个线，嘎吱嘎吱嘎吱，嘎吱嘎吱嘎吱，嘎吱嘎吱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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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钻下去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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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杆拉拉断了，来来来，哈哈，这个比我在橡木湖钓的那只好像还要大一点吧。不行，他这样一直耗，一直耗，我耗不过的。他这样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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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！哎呀！他会不会又要把我拍死啊？钓鲤鱼，拿出控鱼器，有没有？嘿呀，哇，好大一条鲤鱼哦！哇哇，怪物，怪物！先帮他把钩子解了，先帮他把钩子解了。60-65吧，这个应该有。你呸！你呸！甩我脸这里的水，你呸！一脸水，大哥，我这里的水有没有毒啊？我会不会死啊？你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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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个尼龙线下次是不是就断了？啊，那边有只鱼，你要跳过去应该会给它吃。应该会给它吃吧，不至于无视吧，对不对？没吃下去，哎，咬了一口走掉了。哦哦哦哦
哇哇，美景美景美景，路地亚斯真的还不错哈、哦、UL 的感觉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264UL， 我可没收西马诺的钱啊。哦，又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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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自己干的弧度啊，一定是这种斜方向45度是最好的，你要是歪过了就断了。你这个杆稍微拉的角度错一点啊，就是你泊鱼的时候一定要是对吧，这样去压杆，这样去压杆，不要把这种杆这样凹，不要去这样凹这个杆，这样就会断，这样对吧，这样压杆，让它一直保持这种45度就没有这种断的危险，包括你要捞鱼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你看这样拉的时候也要保证杆的角度，千万不要把杆过分的往上凹。很多人听到这种说法就是把杆立起来，其实不完全对，就是你要保证杆的角度，但是你又不能让杆立得太过头。 It's OK It's OK It's OK OK It'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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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。早晚根本不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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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No! No! No! 我帮你解除痛苦。No! 又断，又把我的鸽子搞断了。我不想见到你了，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，哇，好大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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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想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各位，我回家了，手好酸呐。这就是啊，钓不到鱼的时候，路亚人的冬天的活动吧，河里的鲤鱼。没有味道，我还以为会很臭呢，完全没有味道。我想强行给这次的视频加一点意义，这次的博鲤鱼之行动还是对我的钓鱼技巧有非常大的提高的，就是对于重型鱼的啊，怎么样搏斗，怎么样控鱼，怎么样绕过石头，真的是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不是，其实全是我瞎掰的，只是好久没有碰鱼了，想来钓钓试试而已。好了，毕竟是越冬嘛，啊，大家还是钓了几条大鱼，对不对？虽然没有什么技巧性可言。日本的河呢就是这样的，就在都市里面流的河呢，有很多鲤鱼啊，各种鱼啊，它们鲫鱼啊，各种东西。他们又不吃，对不对？又没人钓，就大家在那边喂一喂，就像鸽子一样养在那，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用这种面包钓鲤鱼的，钓着玩玩，就像我今天一样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说在哪里啊，都市中心车水马龙一条河你就在那里钓，你事先呢还是要去查一查，就是他有的河是禁止钓鱼的，就你在那里钓可能警察就会来抓你。像我呢就是事先查好了，这种地方钓鱼也是没关系的，就对吧，随便钓钓鲤鱼都可以。好的，以后再去各种好玩的日本的地方给大家钓鱼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